我刚才看了一下资料，这上边也跟我们的这种合作商呀，要求比较达标。那也欢迎刘主任随时来我们医院参观指导。还有价格这方面，您放心，我们可以做到同等水平下的最低价，因为毕竟我们也希望为公益事业尽一份心意。价格呀，多好谈。田院长这份对公益事业的热忱啊，我非常感动，也非常感谢。哎呦呦，对不起，没事没事，我来。不好意思，给您。哦，太不小心了。那就先预祝我们这次能够合作成功。合作愉快。天天接电话呀，这孩子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啊？哎呀，别浪费时间，换衣服救人。这个是他们的招牌菜，尝尝。金院长，没事吧？刘主任，我去个卫生间。真的没问题吧？没事。喂，田院长，院王回了。救我！什么？救我！你干嘛呢？你怎么了？喂，喂，甜甜，你怎么了？喂，喂，甜美兰，甜甜到底在哪儿？在翠云饭店，你赶紧过去。田院长，田院长，你谁啊？你知道这是我的包厢吗？赶紧滚！时候我只觉得你贪玩，你现在怎么能做出这种下流无耻的事情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个误会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误会？我都看见了。你神经病吧？你都不听我解释。你给我闭嘴！从今天开始滚出天林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，听见没有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打我就还手了。还手啊！来，别打了！你看甜甜，别打了，是误会。撒手，撒手！甜甜，甜甜。甜甜，干嘛啊？这是，你也不等等我，开这么快。早知道我就开慢点了，被神经病打了一拳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事儿解释起来有点复杂。你们别闹了，行不行？赶紧叫车送医院。你看他怎么都不醒啊？啊，甜甜，你醒醒，怎么了？怎么样啊，医生？从患者的血液检查结果中，我们发现了一种违禁药物成分。这种药物成分会使人产生昏迷和意识丧失的病理症状。
最近一两年有很多不法之徒在偷偷使用含有这种违禁成分的药物，对人实施身体控制，以达到犯罪目的。哎呦，那我的天哪，太吓人了，幸亏没事啊。要不是沈晨，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。小沈和警察笔录做得怎么样了？在录了。那个姓刘的呢？抓住了，交给警察了。太好了。太恶心了，这样的人就该多判几年。哦，医生，那个报告怎么样了？从检查的结果上来看，患者体内的药物含量倒并不是很高，通常6到8个小时之后，病人会恢复所有的意识。不过我还是建议，今晚他还是留院观察一晚比较好。你们商量一下。好的。谢谢。要不今天晚上我在这儿留着陪他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要不这样，我也留下来，咱俩一块儿。多一个人多分力嘛，这万一晚上有什么事儿呢？是狗嘴啊，出什么事儿啊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瞎说什么呀？你意思多一个人多分力嘛？行了，求求你们别在这儿吵行吗？我留下来，明天他醒了我给他送回去吧。你明天不是上班吗？回去早点休息，顺路的话带佩兰姐一起吧。行，顺路顺路。老田，要不我看这怎么办，非常严谨合理。那沈总，那我们家甜甜今天晚上就交给你了。行，回去了。好，慢点啊。再见。嗯，慢点啊。